提起贼老蒋，恨得牙根痒。扒开花园口，黄水向东淌。你们是叫水淹的，你爹你妈呢？就在破堤上小草庵里，爹病了，我要饭没要着，想包点树皮。你是这家的？不，我是河南村的，我一家也叫水葱了。你家的人呢？我就一个爷爷，他逃荒去了。那你怎么不去？我爷爷把我压在这家了。哼，你爷爷真坏心点儿。瞎说，我爷爷才疼我呢。他说要不跟个有钱的住，我会饿死的。他走的时候
哭得可凶了。喏，你看，他在我胳膊上咬了个记号，他说他往后挣了钱还要把我接回去呢。我叫葵花，天天在这洗菜洗衣裳。站住！这树皮是的，八十不是。黑子！我叫你偷，我叫你偷！爸，你跟个小要饭的搞什么呢？别误了正事。你们这些穷鬼，当心吧！脑袋上就要生蛆了。妈的，乖儿，母事别忘记，杀你爷爷就是大爷。这几颗粮食也不够给老狗熊交租子交休提卷的，不种你吃啥？你不指望老天爷睁眼给个好年成，你还指望啥？哼，想得倒好，这河底淤得比天还高，蛤蟆撒泡尿就淹，还想那个好年月？好小子，你有理，你不种地你逃荒要饭去。哎呀，你就少说两句吧，孩子累成啥了，又没牲口又没吃的，人还是铁打的。喝野菜糊糊，出那么大劲儿干啥？这样打屁管屁用，年年休年年烟，还不是糊弄人的？哎，真是有劲儿没出实。哎，谁不指望把题修好呢？可就是那么回事儿，还不是拿修题做幌子，炸咱们穷人的油啊？是啊，为了修题，三天两头起捐呢。那么多粮食啊，真是用洋面袋子堆这个题也堆起来了。
要不怎么到处在唱啊？县长盖楼房，区长盖瓦房，乡长砌砖墙，老百姓啊，叫爹娘。华蛋，你不吹个热闹的，净吹着哭丧调。小鬼，华蛋是你叫的？你叫三声丁喜大叔吗？我吹给你听听。来了。小狗熊来了，当心点吧。二老爷，呸！老二回来了，还没吃饭吧？吃不下，待会再说吧。有什么消息吗？消息？会有什么好消息啊？连几个土八路都对付不了吗？两个团了，整整两个团都送了你了。老二啊，你看咱们这一代要不要紧呢？谁知道，牛逼个个会吹，到时候啊，哼。这修题捐的事怎么说啊？还不是要仗不会打，钱还不会要吗？妈的，靠这么一条淮河，又是公债又是捐，他们刮的不少了，银行都早开起来了。我们搞这么点粮食可是拿皮鞭子抽出来的，他们还饶不过呢。多少总得应付两个嘛。倒是这个粮食啊，我看摆在家里不大稳当吧，不如早点脱了手的好啊。那还不容易，明天我就装船把它运到镇上卖了吧。嗯，也好，你去告诉老侯，今晚就把粮食撑出来。出去看看外头是谁敲门的。哦，这儿没有，到旁头巷去。我不是来要饭的，我是来找人的。你找谁啊？葵花，我的孙女儿啊。葵花，啊，葵花早死了，这么些年连骨头都烂了。滚滚滚滚滚！太太呢？在厨房里。要见就见，没那么方便。赶快撵他走。我已经把他打发走了。我告诉他，葵花早就死掉了。太太，我
葵花，你在我们家有吃有喝的，还要那个死老头子干什么呀？他那么大年纪了，再不见以后就见不着了，哪怕让我看他一眼。少啰嗦，卖绝了的丫头有这么方便？快去干活。不是卖，是押给你家的，说什么我也得见见他。站住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死丫头，三天不打，你骨头就痒了。你呢？你吃吧，我不饿。这怎么行啊？咱们俩分来吃。一点野菜糊糊，分来分去分个啥呀？这什么？是熊大宝又去抢人了吧？哎，你们听见枪响了？哥，会不会是八路军打过来了？不知道。哎，要来了倒好了。你这说什么？你是找死啊？老大爷，老大娘，打搅你们了。你是？咱们是一家人，让他们打垮了。不是，我有任务要到河南面去，叫狗子们给盯上了。这可怎么好？他们会回来搜的，这么个草案子，往哪儿藏啊？老大爷的话倒是真的。我马上得走。有船吗？有，就在河边上拴着呢。借我用一下吧。不，我送你过河。人家老张的话可句句在理啊！你想想，咱们受这些苦是谁给的？貔貅不好又怪谁？还不是地主老狗熊他们一家子？你少说两句行不行啊？看你可信！妈，你知道老张叫我什么吗？他叫我同志。叫我高黑子同志，
葵花，你怎么跑出来了？大妈，我爷爷来了。啊，你爷爷来了？昨天晚上他来找我，死老婆子不让进，他又走了。我天天盼，月月盼，盼着他把我赎出来，这一下没指望了。别哭，别哭。大妈，我可是跳不出火坑了。葵花，你先别哭，等黑子回来了，我叫他给你去找。他一个孤老头子，没家没业的，知道他往哪儿去呢？他走远不了的，我叫黑子拉上水牛、吴小船他们几条路上去追。你先回去吧，你这跑出来让他们知道又该打你了。他们今天忙着运粮食呢，顾不到我。运粮食？嗯，听说装上船不知运哪儿去卖呢。哟，这么多粮食啊！大妈，你说可真是运去卖了？怎么不真呢？三只大船堆得满满的，就在那边河外停着呢，不是拿去卖是干什么？他爹自己喝着绿水子，粮食捐给他，他到那去卖了。是啊，野菜糊糊，喝的人伤心呢。这个灾荒年头，逼得人多上吊了，还给他们起捐，真是我们骨头的榨油啊。咱们就没法不让他卖呀。走，干什么？找老顾去把粮食叫回来。对对，大家都去。走，大伙去。哎，怕不行吧？人家弟兄俩又是乡长又是保卫队长，谁敢惹他们呢？是啊，闹出事来可不得了啊。哼，老陈说你吃的啥我们吃的啥，你当然不想去了。我吃的啥？我不过掺了点熟食面就成了财主了，真是好心当坏意。人家手里头有枪，枪又怎么样？大不了一命换一命跟他拼。是啊，咱们就等着饿死嘛。走，怎么也比个死强。走到药粮局去，不打算饿死的来呀。走走，你马上叫人开船，我来对付他们。哎，各位乡亲，有什么事啊？啊？我们要粮食，我们要粮食。各位乡亲，老天爷不长眼，咱们这儿呢净受水淹，大家的苦处我做乡长的不是不知道啊。可是各位乡亲，我也很为难嘛。少废话，我问你，这些粮食你拿去干什么的？拿去。哎哎哎哎，乡亲们可千万不要误会啊，这是上头吹着要缴的，我熊三万这把年纪了，怎么敢违法抗命呢？你胡扯，谁不知道你是拿去卖的？不是，你放屁！狗黑子，你造谣生事，祸乱人心，你就不要脑袋了。哟，船开了还给他磨牙呢。
去，你们要造反了！你们要造反了！不舒坦吗？哎，不怕你笑话。人是一盘磨，睡倒就不饿。哎，咱们这地方不是旱就是涝，可把人治倒了。今年还不知道怎么过呢，连颗下种的籽儿都还没有呢。别着急呀，咱们的区政府预备下了种子，就要下来了。哼，咱们总得跟老天爷斗啊。还能把嘴挂起来吗？哼，就怕等不到收庄稼呀，就要翘辫子了。翘不了辫子的，政府的救济粮马上就下来了。哟，有这么好的事儿啊？嗯，解放了，以后好事儿还多得很呢。哎，你是干啥的？我姓刘，你们以后叫我老刘吧。我是区上派到你们这儿的乡长。乡长，你就是我们的乡长。怎么，你们瞧我不像？不，这要在以前当个乡长，那还不得做个叫八条腿抬着他走啊？现在啊，八条腿抬着的人吃不开了，该咱们两条腿的人当家了。哎，乡长，咱们这儿可闹斗争啊！听说毛主席给穷人分地，咱们这儿可分地啊？不斗争还能翻身吗？地嘛是一定要分的，不过这可是个大事儿，你们这儿又闹水灾，得慢慢来啊。哎，我给你们打听个人，你们可认得？谁呀？他叫高黑子。高黑子就是我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你就是高黑子啊。那你就是水牛了啊！去年有个游击队长到你们草庵子里来，你们可记得这回事儿？怎么不记得？那是老张嘛，他现在在哪儿了？他就在咱们县里当政委呀，是他让我来找你们的。嚯，找着你们可好了，
咱们有很多的事情要办呢、啊，先找那些受苦的、身子干净的，在一块儿合计合计，组织起来，大家的事儿大家办，你们说对不对？对，咱们动，熊小万，你少撒娇，你老老实实的说，你把那些枪都藏在哪儿去了？天地良心呐，哪儿还有枪呢？保卫队的枪，解放那阵儿就给八路军缴了，连颗子弹也没剩下呀。老顾雄，你放老实一点，交出来枪谁还问你要？问题是那没交出来的。我的好水牛哥呀，我留那个干什么呢？现在不是已经解放了吗？你敢拒结说没有？我敢拒人头结。是啊，我们都在了八路军了，大伙举了村长，村长就是你黑子哥，大妈我也是个妇女代表了。老狗熊把枪交出来没有？还在耍刁呢。黑子叫我来问问葵花。枪？那天半夜里我正睡着，听见咕咚咕咚，不知闹啥呢。我爬起来从小窗户口里一看啊，是老狗熊兄弟俩，还有猴爪，就在这个树底下。你看这啥？熊三万，你好大胆子你！你藏着枪还敢锯人头结？咦，这是哪儿来的？我一点也不知道嘛。一定是我那个兄弟干的。这个该死的东西，他自个儿跑了，做这号事来害我。哎，这个狗娘养的！你少装蒜，你还打算像过去那样糊弄人呢？告诉你，今天有共产党领导，我们穷小伙子眼睛雪亮，你糊弄不过去了。你说你没枪，这枪哪儿来的？地下偷去！以前你们凶，现在你们敢再凶？你现在！先把你这个脑袋存着，你要敢反动啊，就要你的命。走。又是你在烧火、啊，爹，你歇歇，我来烧。哼，我算是前世修下了。一个小的吧，成天是东奔西跑的；一个老的呢，也是整天疯来疯去的，是管吃呢还是管喝呢？爹，你怎么这么说呢？咱们不跟地主恶霸斗，怎么能翻身呢？咱们人老十三辈，没跟人家闹过架斗过嘴，你就是整天跳来蹦去的，你厉害，你是个人物嘛。那姓熊的，人家拔一根汗毛比咱们腰还粗，你给人家斗。爹，你这是什么话呢？好容易共产党来了，他认咱们当家做主了，
这是把咱们往堂屋里让，你还想往驴棚里钻吗？你还想叫地主踩在咱们头上吗？你忘了爷爷是怎么死的了？你少给我提这个，我恨不能咬那姓熊的两口。可那条胳膊怎么拧得过人家大腿呢？你打算共产党老给你撑腰，往后八路军一翅子飞了，罪过还不是落在我们身上？谁说八路军要走啊？谁说的？你听谁说的？你，哎呀，真是啊，什么好话不听，偏听这些谣言。这是什么？米？哪来的米呀？你就喝吧，别管那么多了。这是哪儿来的？哪儿来的？是我弄来的。你哪儿弄来的？好儿子。年成不好啊，你看你饿的都变相了。你说呀，这是哪儿来的？是侯二爪给送来的。哎呀，你怎么那么糊涂啊？这不是明摆着是老狗熊耍的坏招，我们正要逗他呢，就怕大伙不齐心。叫你去开会你不去，偏偏做出这号事来，这不行。我要把他叫出去！不，黑子，是我糊涂，我不该收他的。孩子，你就当不知道，不要管了吧。不行，不能叫这口袋米卖了。咱们冻死要迎风站，饿死要打饱嗝，穷要穷得有骨气啊！不，混小子，你给我放下！哎呀！哎，葵花，你怎么出来了？我找大妈呀。她不在家，你找她有什么事吗？不是说。今天开会吗？哦，他已经去了，走，我领你去。哎，葵花，老狗熊他们怎么会让你出来了？他们才不让了，我跟他们斗，我说不让我出来，我就报告妇女代表，这下可就斗争出来了。葵花，你怎么还在他们家待着？谁愿意呢？他们说爷爷拿了他们两斗叔叔，我又吃了他们十几年的饭。你真糊涂，你还给他家干了十多年活呢。哎，提起我受的罪呀、啊、就是活剥了他们，一条条撕了也不解我的恨。那你现在还不出来？可这有什么办法呢？还有让字据攥在他们手里呢。字据还不是张废纸？共产党来了，有毛主席的政策管着呢，我们很快就要斗他们。葵花，只要你自己敢斗争，政府就能给你做主。是啊，现在有毛主席给咱们做主，咱们就敢跟他斗。咱们谁家没受过他的气？谁家没挨过他的打？这样横行霸道，连老天爷都没日月了。就说打击吧，他吃了咱们多少捐呢？没数了。不行，叫老狗熊把吞的粮食都吐出来，一颗也不能少。对，咱们要一笔一笔的给他算。可有句话要说在头了，咱们要斗就斗到底儿，不能走走蹲蹲的。我这话可对呀、啊、斗，谁要扯后腿大伙不依他。对，大伙不依他。他那些粮食啊怕都卖了吧，还有没有啊？
怎么没有呢？留在家里的多着呢。哎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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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上提去。叫你们跟共产党走吧，哼，共产党再狠呐，总斗不过老天爷。哎呀，你看，哪来那么多船？到大台子村去。好容易解放了，日子刚好过了点，这下可完了。哎，人民政府是真好，可是眼下千家万户，救济也救济不完呢。是啊，房子也淹了，地也淹了，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？还有什么心思侍弄庄稼？下多大力也是一场空啊。哎，除非这条河不发水，咱们休想有好日子过了。
共产党啊，共产党，你要能把这条河给治了，我可就服了你了。快来啊，来取好消息啊。哎，回到回到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千年万代都没有这么好的事啊！这下可把咱们穷根给拔了。哎呀，到底怎么一回事？你可说呀！你们看，毛主席亲笔写的，一定要把淮河修好。就是说，要把咱们这条河治得服服帖帖的，乖乖的为咱们服务。这千里长的河堤啊，都要修得结结实实的。另外还调来了许多的工人，帮助咱们修许多的水闸，许多的水库呢。哎呀，这下可管用了！还是你念，这上还说些啥？李坤啊，这上面可写着要起多少捐呢？不跟咱们起一个钱的捐，干一天活啊，还发一天工资米呢。哎呀，这么回事啊？家里面不缺粮了。黑子，快说，都会上堤吧。修堤有另外几个乡负责，咱们的任务啊是修水闸，自动报名参加，谁愿意去谁报名。好，我报名。我也报名。我去，我去，我去，我去。哎，可别忘了我丁婶啊，能吃上干饭，就是累死做个撑死鬼也是快活的呀。治水要紧呢，李坤，你给我记上吧。对，给我一起生一个。村长，村长。我们要去，我们也要去、啊、我要去，我也要去。这个怎么样？老兄，你是给他们逗怕了吧？他们管的可是真紧呐，走动一下都得向他们报告。我看呐，还是等中央军到了再结结实实的收拾他们。哼，老兄现在还不打主意，恐怕等不到中央军来。你的地也给分了，房子也给充公了，老命也得送。令弟的这封信上把话也说明了，过去干的事儿，有他的份儿，就有你的份儿。白先生，你说该怎么个干法呢？他们现在不是闹得要去修水闸吗？哎，比拿锄头还费劲呢、啊。哎，别着急嘛，慢慢的练，手腕练活了就行了。这怎么练的活？手指头这么粗，跟胡萝卜似的。村长，你办公室了？你看，叫你一咋呼又写坏了。他在帮我抄修水闸的名册子呢。老身入座。有什么事啊？我有句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。你说吧。村长，我身子骨不大结实，修闸去怕吃不住。
你把我的名字勾了吧。老陈叔，你有什么事啊？黑子，我家里人手不够啊，我要走远了，家里吃水都困难。我想留在家里搞个副业，磨豆腐。你把我的名字也勾了吧。你们都是来勾名字的。哎，不是你们自己报的名吗？怎么又不愿意去了？老程叔啊，你怎么早也不磨豆腐，晚也不磨豆腐？刚报名休闸你磨豆腐，你出门你媳妇和你妹子就不能抬水吃了？反正去不去是自愿的，也不能强迫，不是？强迫是不能强迫，可你们报了名又勾名字，总得说出个理由来呀。理由？我们老百姓能说得出个啥理由？理由就是不愿意去休闸。是啊，人老几辈子了，也没听说过什么炸不炸的。哎，这本来是糊弄人的事儿嘛。这什么话，共产党多会儿糊弄过人呢？你们还有点良心没有啊？哎呦，你发的什么脾气？当了几天干部就厉害起来了。怨不得人家说先甜后苦，原来真那么回事啊。哼，出门没看黄历，碰上晦气星了。走吧走吧，走就走。少你们几个乐后分子，我们照样修了闸治了河。有话好好说嘛，干嘛生那么大的气呢？哼，好大的架子，去当了干部就骑到老百姓脖子上耍威风。好，刘区长来了，咱们到平民这个里看。什么事儿啊？刘区长，共产党也可以压迫人吗？别着急啊，有理打倒太公了。来吧，什么事儿跟老刘说说吧。黑子，是怎么回事？你摔算盘刷态度，他不都闹开了？他们还闹，我找他们去。哎呀，你先跟我乖乖地坐下吧。咱们当干部本来就不容易嘛，紧紧巴巴地干还怕大伙儿不满意呢，你还跟别人发脾气。你们还怪我，人家骂共产党我受得了，反正是你弄糟了。要不是老刘来了呀，事情还要闹大了呢。怎么，老刘来了？嗯，已经跟他们谈了半天了。这些落后分子跟他们谈也没用。没有落后分子，要咱们这些人干什么？你说这些人落后，群众嘛，有进步的就有落后的，五个手指头还不一般齐呢。好比这只手吧，大拇哥是积极的，小拇指是落后的，中间的还多得很呢。要把五个手指头一起捏成拳头，这才有力量啊。光你一个大拇哥，你能干什么？是，丁喜儿他们是落后，可不能说就不要他们，那岂不成了对待地主了吗？黑子，你工作这样不细心不深入，是要脱离群众出篓子的。周老成他们这回就是受了地主狗腿子的煽动，你们知道吗？啊，刘区长，刘局长，你们听说了吧？老狗熊他们出了这号鬼点子，说咱们秀闸是假的，说把大家哄上轮船，男的就拉壮丁，女的就变成慰劳队。看怎么样？老刘，这怎么办？周老成他们呢，倒没什么问题了。最好今天晚上召开一个会，你检讨一下，看群众还有什么问题，也想办法把它解决了。地主的鬼点子，给他公布出去。把大家的劲儿鼓得足足的，好出发。
这就是水闸，现在刚把闸机浇好，有上千的工人和解放军在这儿修的，这些挖土的就是咱们民工，要在平地上开出一条引河来，挖出来的土方那就送到那儿去堵拦河坝，好把老河堵死，让水顺着新河道流进来，大闸就流出去。哎呦，老宽一条河什么时候才能堵完呢？要在明年汛期之前一定完成，要不洪水一来咱们这些工程全白费。行啊，要叫一个人堵一辈子也堵不上，可是咱们有这么些人这么些双手，就是大海也能把它填平哦。介绍介绍，这是咱们土方工程部的张指挥。高黑子同志，还认得我吧？哎呀，你不是老张吗？是啊，不认得了吧？哎，这不水牛同志吗？哎呀，是老张啊！好好，大家都来了啊！怎么样？听说你们干的还不错嘛？今天天气好，准又能打破记录。放心吧，今天不干他个凉房儿，绝不收工。好，很好。可是高队长，咱们可不能光凭着起早带晚拼体力啊，主要的还是要开动脑筋，找窍门，想点子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对，对。好吧，一会要是有什么问题就到土工部来找我好了。哎，找刘主任也可以吗？行啊。哎，葵花他们呢？喏，那不是。葵花，你去看看，那边柴船上有个白胡子老头，在打听你们大台村的事呢。白胡子老头？喏，就是坐在水边上吃烟的那个。他问你们村那家姓熊的地主怎么样。老大爷，是你打听姓熊的啊？老大爷，你是哪人呢？我老家是颍上县的。哪一个乡啊？南口乡啊。哎呀，你姓什么？我姓黄啊。这你是？爷爷，我是葵花，我就是你的孙女儿，你不认得了？葵花，他们说你早死了。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还活着呢。你看，你咬的记号。葵花，爷爷，你快了，我的好孩子。想不到咱爷俩还能见到面。
老爷爷，你起得好早啊！哎，这柴火都湿了，我怕耽误大伙儿的饭呢。谁睡在这儿？葵花，你怎么睡在这儿啊？三号工棚漏了，有几个人没地方住，我让他们挤到我们工棚里睡了。哎呀，这你团结友爱是很好，可你没地方住，怎么不报告我呢？这么冷天还不把你给冻病了？不要紧，我从小苦熬苦打惯了，哪能轻易就病呢？葵花啊，把手给我看看。手？手有什么好看的？这，看看怕啥？这，你还封建？你看，你看，你看。叫你不要天不亮就下河去挑水，你看把手冻得像狗咬的似的。来，坐下。来呀、啊。怪我不好，工作不深入，对你太不关心了。别这么说了，黑子。从前我这手哪一年不冻的淌血，有谁问过一声啊？今天是给咱们自个儿干活，大家都关心我，你这还不是？雪已经停了，今天可以上工吧？今天一定到，你们听哨子响就去集合。我到水牛棚里去看看。葵花，以后可不许你在外边睡了啊！没处住，到你爷爷棚里去挤一挤。你要是冻病了，哼，可得狠狠地批评你。睡在外面的，可得狠狠地批评你，小鬼！丁香，哎，你怎么又睡下了？哎呀，你，哎，水牛啊，算了吧，今儿下雪，咱们歇一天，明儿再干不行吗？雪早停了，你还想讨价还价了？哎，你起不起来呀、啊、你？哎呀，哎，起来吧你！哎呀。这么冷啊，不行，就是一锹挖出个金娃娃，我也不干了。哎，你娃娃，你就老是这样。好，分队长来了，看你起不起来。丁贤儿，起来吧，休闸有限期，耽误了任务要完不成了。我冻得不行吗？你们干部是为了得红旗，你们光荣，我们去斗个啥呀？斗上三尺红布，是能做个袄还是能做个裤子呢？丁香，你这是什么话？你休假是为了谁啊？大水也不光让咱们干部。你这滑蛋，怎么好两天又滑开了？你还要滑得多回去，我看你就好不了。
丁喜儿，你心里想一想，这么多年谁把咱们治成啥了？啊，淹死的饿死的不去说他了，活着的又过的什么日子啊？小娘子跟毛狗子草吃的咱们拉出来的就像老窝窝的屎，你想伤心不伤心？人不能忘本呐，丁喜儿，你忘了你家小虎是怎么死的了？咱们治怀是为了谁呀？是为了干部？是为了红旗吗？不，是为了你，为了我，为了淮河两岸8000万的人呢、啊、是为了咱们子子孙孙不再像小虎那样冻死饿死。今天毛主席下那么大决心，调那么些人来，花那么多钱给咱们治淮河，你再不好好干，你怎么对得起毛主席？丁喜儿，你可不能扒了刀子忘了疼啊！起来吧，丁喜儿。丁喜儿，你怕冷，你就留在家里做饭吧，我替你去。不不。好，上工了，走了走了，上工了，上工地了，上工地了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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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起来了，这么个小水坑怕啥？志愿军在朝鲜冰天雪地里还打仗呢，是英雄不怕困难的。来呀，好，掉，来，大叔，墨鱼呢？嗯。大叔，地还没跟上吧？黑子哥不在家，黑子妈又忙着大伙的事情。大叔，你要去牛用，不要跟我客气哦。不用。哎呀，乡里乡亲的用条牛算什么呢？花爪，你少拉拢我，谁是你乡亲啊？我们高攀不上。大叔回来了，快来看信吧，黑子他们来信了。都说些啥？跟咱们后方挑上战了。大叔，黑子升了中队长了，还说要用什么斗车了，又是铁道又是什么的。铁道？那不成了火车了？信上还说些啥？就是这么说的，南河坝7月1号要合龙，改用斗车推土。哎，大妈，上面不是号召组织去工地慰问吗？咱们什么时候去啊？是啊，别的村呢，有的都去了，咱也上工地去开个眼吧。对了，顺便给他们捎点吃的穿的去。去吧，大妈，咱们去吧。好。
咱们大伙儿抓紧一点，把地全种上，就到工地去瞧瞧，瞧瞧这个斗车啊，到是个啥？好。怎么回事，水牛？这么半天还没开走呢？有什么办法？我们的车早就装好了，可是前面一分堆车老装不满，谁也做不成啊！哎，等到我们脚底都生锈了。中队长呢？老，跟一飞队长办交涉呢，我去看看。这么等可不行啊，老李，今天又到不了标准。这么着吧，水牛他们挖的土多，给你们先装上走吧。那可不行啊，我们给他们运土，那以后土方怎么算呢？叫我们给二分队运土，凭什么？谁土上的土啊，谁自己运。谁要是等不及啊，那插上个翅膀飞过就好了。耶，你这什么话，年轻轻的你害羞不害羞啊？那怎么着，叫指挥部单给你们安排条道怎么样？别开玩笑了，快上土吧。也真是，铁路就是一股道，装快装慢总免不了要等，哪儿就卡好那么齐呢？这么多车子等要误多大的功。这么着吧，老李，你们开吧，不装满就走。张指挥不是说过吗，宁可一车不满，不可以车车等我，小利要服从大利，对不对？开吧开吧。开车啦。好了好了，这下可松动了。你们倒是好了，可是人家的车子还没装满。照你这么说，我们就乖乖地憋在这个船上，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把水闸修成功了。也不知道怎么搞的，不光那些穷小子跟着他们一个心，就连那些有吃有喝的也跟着他们跑了。别那么说，老兄，他还能是个没缝的鸭蛋呢。哦，老侯来了。二老爷。老侯。哎，来得好，老侯啊，我们竟有用得着你的地方呢。爪，哎，你怎么干上这个了？没法子，现在总得劳动劳动啊。哎，华子，我请你剃个头吧。以后再剃吧，一会儿还要学文化呢。来吧，误不了，不剃头刮个胡子也行。兄弟，好久不见了，谈谈嘛。哎呀，你可晒黑了。嗯，那可不，整天在太阳底下干活嘛。真心。明儿个我请你喝两盅，松松心。不，我如今不喝酒，戒了。少喝点怕什么？明儿个下了工了，我还在这儿等你呢。明儿个我准来哟。
节目，叫大伙开开心。下面的花鼓灯还没准备好，我老婆子就来说说，报告报告。哎呀哎呀！我们后方互助组把大伙的麦子都除过两遍了，高粱地里的粪也都上足了，棉花、芝麻、花生全都种上了。你们不要心挂两头的，有我们后方互助组，保险你们家人没事，大人孩子都平安。心事吗？没什么呀。那就好了。不瞒你说啊，我倒有个心事。孩子，你也到岁数了，你爹给我啊也想抱孙子了。你可有对象了？你这孩子不老实，你当我不知道你心里头有谁呢？这个孩子是好啊，哪个姑娘也跟不上他。他刚才告诉我，他已经批准入团了。你是党员，他是团员，不正好一对吗？你怎么不跟他说呢？哎，多麻烦，托个人给他爷爷一说媒不就得了？你悄悄的吧，快跟他说嘛。啊？谁知道人家看不看得上我？大妈。葵花，你来得正好，黑子正有话跟你说呢。咱们走吧。大妈你别走啊，我还得上那边照应照应去呢，花鼓灯大概也快完了啊。走啊。大妈说你有话跟我说。葵花，刚才我妈问我有什么心事，我心里倒真有桩事，就是咱们那个斗车搞得实在不行，咱们这效能也是高不了。张指挥说不怕任务大，只要集体化，可是怎么样才能集体化呢？我这个脑袋呀真是笨啊，想了一天也想不出个招。要不把几个分队长找来，大伙一起合计合计不行吗？是啊，我也想找大伙开个会，一块想想点子。那我就去叫他们到这儿来吧。不，葵花，你慢点，我还有话跟你说呢。说什么？葵花，我爹跟我妈挺喜欢你。我爷爷也挺喜欢你。
桂花，咱们俩从小就受那么多苦，真是一条藤上长大的葫芦啊！往后咱们也还要在一条道上的。我本来早就想跟你说了，可是什么？可是我想，我是个党员，我把什么都交给了组织，往后说不定调我到哪儿去工作，天南地北说走就得走，我怕。什么？你以为我是那种人吗？黑子，你要不是这样，我还看不上你呢。那么说你是同意了？打抢粮那天起，我就同意的力气要顶好几十个人呢、啊，顶几十个人，这一块闸门板就是上万斤呢，百八十人也顶上了。哟，那一个人开上机器，不就好比长上了百八十双手，像个千手佛了。怪不得你们老超过计划呢，感情你们都是千手佛啊。哎，话也不能这么说呀，机器是要紧，可操作方法也很重要。哎，老唐。你们现在可又有什么新的操作方法？流水作业呗。流水作业？你快说说是怎么个搞法的。现在好比这样，大伙儿的事大伙儿干，可个人又专干一行。装度工人安装好了，铆钉工人就去铆，电焊工人就去焊，彼此不分家，个人都有个人的拿手本事，可又都配合在一起。这么着，手是多少双？可心是一条，头脑子是一个。哟，这不就是个千手活了吗？大妈，大妈，你们不想回去了？快开船了，嘿，你们快上船呐！哎，来了来了来了。唐师傅，我们走了，再见了啊！再见。原来是这样。个人的拿手本事又配合在一起。一句话说吧，咱们用的是半机械化工具，可是咱们还是一套老办法，什么你的车了我的土了，各顾各的小单位，你们说这可怎么能行？要想效能高，要保证七月一日的合农啊，依我说，只有向工人老大哥学习，彼此不分家，大伙的事儿呢，大伙儿干，可个人呢，又专干一行，打自己的拿手拳。哎，老弟，哎呀，这两天你跑到哪儿去了？上次约你去喝酒，你怎么不来呢？害了我整整地等了你一晚上。得，这也是你我弟兄有缘，今儿个你可跑不了了。走走走，咱们俩去喝一杯。走，喝一杯。哎，不行，我们明天要用新法子推车，今天晚上还要开会呢。哟，怕我把你带落后了？算了吧，你也当过保卫队，跟我也差不多啊。走吧，咱们俩喝一杯啊，咱们谈谈。行啊。
咱们的黑子哥可真有办法。哎，好是好，弄得连个喘气儿当然都没有，眼睛都搞花了，快走吧。我们开走了，走吧，下坡踩好刹车，别出事故啊。踩刹车，踩刹车，刹住，刹住，咱扑了，不行啊，咱扑了。你慢点开，我去看看。是怎么一回事？刹车的螺丝掉了。拉住，拉住，踩刹车！哎哎，让开，让开！刹车，刹住，刹住，刹不住了，刹不住了，刹住！哎，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！黑子，大夫说要锯掉他的腿呢，说要不把腿锯掉性命就难保了。我进去看看。我们一定要想尽方法保留他的腿，既然此地设备不够，就送他到棒棒到怀卫医院去。好的，走，我们到指挥部解决交通问题。对，你放心，你先到里边去看看他吧。啊，听说吗？张指挥说要送你到棒府去医呢。葵花，真没想到，第一天就出了事故。别这么说了，葵花，水牛他们正在检查怎么出的事故呢，你好好养病吧，别惦记这些。黑子呢？中队长呢？什么事？你看这是啥，一连六辆车刹车的螺丝帽都叫人给卸了，都丢在路边坑里了。你看，这不是特务破坏是什么呀？准是有了破坏分子。要知道是谁呀、啊，我非干了他替葵花报仇不可。哎，这怪我警惕性不够，叫坏分子钻了空子。现在事情还没完全弄清楚，你们可别乱嚷嚷。你们赶紧回去吧，先稳定大家情绪。我到指挥部找老刘研究一下，马上就来。老爷爷，你先进去陪陪葵花吧，他们也许马上要送他到棒府去医呢。好吧。丁姐，你有什么事吗？没什么，
丁喜儿，你慢点，咱们一块儿走。家来信了，哎，庄稼怎么样啊？哦，麦子长得挺排场，至少有个八成年景。真不错呀。你看，置槐还不到一年，光景就不一样。将来淮河治好了，就不怕旱不怕涝了。往后发电厂也盖起来了，咱们村子里也装上电灯了，种地收庄稼都用上机器了。到那时候，咱们的日子才叫好过呢。哎呀，多会儿熬到那时候就好了。哎，可就有人不愿意我们过好日子，你看怪不怪？谁？你说谁？看今天这事还不明白？咱们要想把斗车搞好，早几天完成任务，可就有人下手破坏捣蛋，叫我们搞不成。丁姐儿，螺丝是谁卸的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问你，螺丝是谁卸的？不是我，黑子哥，不是我。我没说你，你可知道谁卸的？我不知道。胡二爪找你去喝酒，跟你说了些什么？啊？丁喜儿，我们了解，相信，不用害怕。黑子哥，我看葵花受这么大罪，我一整天心里七上八下的，我想跟你说，可是我。你放心说吧，丁喜儿，他们不敢把你怎么地，有我们保障你的安全。那天黄二爪拉拢我说，拧一个螺丝给我10万块钱，黑子哥，你想？我要干这号子事，还能对得起祖宗先人吗？你说呀。我不愿意干，可又害怕得罪他们，只好跟他们说没有机会下手。可是今天就出了这么大的事。黑子哥，螺丝准是黄二爪拧的。原来是这么回事。熊太保在哪儿？你没问过黄二爪？我问过他，他拿话岔开了。丁姐儿，要是你顺着他们，你估计他们能相信你吗？许能信得过。你问这干什么？丁姐儿，这是该你立功的时候了，你愿意帮助我们吗？怎么不愿意呢？你说要我做什么吧。现在我们将计就计，就说你有意推斗车压伤了葵花，把你开除，当然是假的。好吧。该怎么办？高队长晚上再详细的告诉你。现在我们先去找大家谈一谈，把斗车的新操作法坚持下去。紧随后面，运料的还要加快。好。怎么样？水头太大，一连两个枕都让冲跑。总指挥部来电话，说上游的水又涨了1公尺4。
明天早上9点钟洪水就要到这里了，我已经派人去找工程处长，马上研究个办法。你说群众的意见是要把整加大啊？是啊，有几个老烧翁说2000斤不够重，要改做4000斤。嗯，杨处长，你们工程处的意见呢？我们研究了一下，同意把市政加大一倍。啊，材料呢？有没有困难？我了解过了，别的材料都没问题，就是铅丝还不够，要到镇上供应站去取。我已经叫派汽车去了。我就是啊，水头很急，一连几个整都叫浪头冲跑了。哎哎，是啊，我们也正在研究把整加大。哎，好，我们马上执行。就是缺少铅丝，已经派车子去取了。怎么冲断了？好吧，我们再想办法。对，一定要跑在洪水前头。怎么样？汽车路也叫水冲断了，前次一定要想办法，连夜赶水路去。好吧，我马上派人去。嗯，这个表你们拿着，现在是5点，半夜2点钟之前一定要把前次运到，要不合龙就要发生问题了。放心吧，老刘，我们一定完成任务。哎，慢点慢点，刘主任，你把水牛留下，我帮黑子去吧。你我留这儿也没什么用，可划船我能行，这路我也熟，你留下水牛，这坝头不是可以多一个人手吗？也好，水大天黑的，由你这个老烧翁去当然是更好了。这样吧，你们三人都去吧。哎，黑子，水牛，路上可要当心呐。是。这是我的枪，你们也带上。好机会，我马上赶到二道湾子去，等高黑子船回来，连人带铅丝都给他沉到河里，叫他合龙合不成，明天洪水一到，什么拦河坝呀、水闸呀，都叫他完蛋。好，打死高黑子，我死也闭眼了。老侯，替你个大功。我母亲的这个消息啊，我就拉着丁喜儿弄了一条船赶着来了。高黑子划着船走的时候，我看得清清楚楚的呢。好，对，弟兄们，说走就走，别错过机会。我还有些布置，到路上再说。好。老王，你看着船，咱们都去。华蛋，你也跟着去。下来吧，华蛋。那个死鬼天这么黑，哎呦，揍死你狗养的，你眼睛长哪儿去了？你啊，我们快走吧。这黄蛋，你留下看船吧。小王，你跟我们去。
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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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。好。哎，同志，不是我不给你想办法，桥脚水冲坏了，一部车子也开不出去，我们还在着急呢。那船呢？今天晚上有船去工地部，明天一早就合龙了。葵花，黑子，水娘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好了，出院了，我劝你好好意思吧。哎呀，你可太巧了。好了好了，全好了，大夫还不让我出院，好容易求他才答应。今天从蚌埠赶到这儿，窟窿又断了。哎呀，你们怎么会到这儿的呀？太太，冰雪。快大宝，徐太保他们要就这么着，我就一口气跑到这儿来了。可了不得，咱们得赶快去拦着黑子告他。对，我还得报告水上公安局去。好，我去拦黑子，你带着人马上到二道湾子去。嗯。黑子他妈，我跟你一道去吧。不用，你去村里找上民兵，先把熊三万看起来，别叫他跑了。先送到闸上去了。